上弦一句话听完都给我穷笑了，有钱是真的了不起。一个是自己父母，一个是媳妇儿父母，过春节团圆饭在哪儿吃？问个问题呗。什么问题？就我23啊，你问的这些问题我也没经历过呀。女方的妈妈什么星座？一组到一块儿，人家聊不来怎么办呀？你怕发生冲突？而且我们家呀，您可能不清楚，我们家天天都过年，这是什么意思呀？家里有钱无所谓。